在桃园中山高北上呢49.8公里的地方发生这样的连环车祸。这辆大货车呢，疑似因为没有保持好安全的车距，结果撞上了前方的游览车。这一旁的小客车呢，也无辜的遭殃。总共的6台车追撞在一起，所幸呢没有造成伤亡。监视器画面中，车辆全部塞成一团，整个车道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只有零星车辆勉强从内侧车道穿出车阵。可以看到画面左方，几台货车和小轿车通通撞在一起。桃园中山高速公路北上49.8公里，靠近南坎交流道，17号下午发生一起连环车祸，一辆货柜车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，追撞上一台游览车。混乱中又接连撞上几台小客车，事故车辆塞住了整条北上路段，严重影响交通。6台吧？6台，哪些车辆？有游览车啊？有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其他都是小客车啊，那跟货车啊。事故发生后，警消立刻前往现场进行排除，整个中山高行车路况很快恢复正常。所幸这起车祸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中天新闻黄祖华桃园报道。